在蜕皮。这只有两个、这个、黑白条纹上面的那个、这个中间那一只哦。他们怎么都不会动啊？所以他们在休息呀、啊，休息一段了。他们把这个当成房间了，在休息的。扁扁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扁扁很好吃哦。手走开了，手走开了。没有三颗。而那只在蜕皮的在猛吃了。给你，他们大便变大颗了哎、欸，对，也是啊，我觉得变大颗一点点了。因为他们被迫吃的实在太多了。都是乖乖的。哈哈！安打你安打，全雷打，全雷打。这只快要死了。哪一只？外面的还是里面的？外面的。这只都没有怎样啊？我也不知道什么。这只，他是狂大吃大喝的一个先生。不知道怎么才这样。然后呢？那上面叶子上面湿湿的是什么？他身体出的水。他出的水啊？他身体出的水，他比较大只变小只。你问他那边哈，没有看到吗、已经现在已经变超小只的、啊。然后另外那只黑白的已经黑旋风死了，死掉了。在后面。我救吗？在这里呀、啊，那只有。赶快去！又火了，又火了，又火了！阿妈说又火了。是哦。有一只，没有肉身吗？飞高好像蚕宝宝的卵哦，有点软软的，没有真正软的。
哦，不要这样，太大力了。好动，震动的感觉。真的。不要不要太大力，轻轻的。轻轻的。哦，震动的感觉。它在里面动吗？嗯。你还是蚕宝宝。还是蚕宝宝，还是它已经变鹅了？它没有那么快变鹅。